世界团体赛的冠军，到2015年的时候获得了世界大学生啊冠军的主力成员。现在车小西发球，漂亮。漂亮！漂亮！侧身的这一板抢攻啊，也是比较有威胁的。啊，又来了！现在撤下西发球，漂亮！啊，刚才看台上呢，啊，有些人的声音太大啊，裁判员高声喊，啊，这个时候呢，裁判员可以让你啊，第一次黄牌警告，第二次让你出去。漂亮！两边的这个能力非常强啊，特别是王曼玉啊，也是继这个焦志敏。好的，信心就更强了。好的，包括注意力。漂亮！这个佟玲啊，佟玲也特别对这个朱雨玲非常欣赏啊。他不是特别硬的这种。啊，跟这个车小西相比，在这方面呢也是非常重要啊！你看他这个防守的时候，啊，整个接，好的，这个邱一可还有啊，还有一个交流，这个非常好啊！运动员必须要听懂教练的话。说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技术啊，能够让观众看到这个旋转上的啊？包括中国乒协也正在研究，国际乒联也在讨论，说是不是单项的金牌的第一块产生啊？然后到9月4号的时候，就女子单打、男子单打啊，都到了1/4的比赛。啊，9月5号就是女子双打的半决赛。与零相比啊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在这个技战术的方法上啊，它显然呢就比朱雨玲啊，应该说两个人差距并不是太大啊，朱雨玲可能还是稍微占点优势。漂亮！
好的。好的。在。啊，特别是朱雨玲，在这个刘诗雯啊、丁宁啊之后。